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好日子。除了围在一起烤肉之外，泡泡茶之外，吃点月饼也是非常应景的动作。如今就有网友在脸书上分享了一款超有特色的月饼。原来这是结合了 Oreo 饼干的新式月饼。越南网友 Sophie Tran 在脸书中分享了这款在胡志明市西贡购物中心销售的 Oreo 月饼，让许多网友啧称奇。这款月饼的模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 Oreo 饼干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好吃呢？黑色内馅是布朗尼巧克力，白色是双倍巧克力加牛奶，粉色是草莓酱，黄色是卡布奇诺。而根据 Sophie Tran 的描述，吃起来的味道跟你想象中的巧克力月饼一样，而且非常甜。一起来看看他在脸书所分享的影片吧。随着时代不断进步，就连月饼的种类也越来越多，如今竟然还出现了 Oreo 口味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的很想要尝尝看这款超新颖的月饼呢。